I'm swimming in love in your shirt. I'm thinking about jumping in it instead. I got you skinny dripping deep inside my head. 大家好，我是 Coco，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套美轮美奂约210平，总价100万美金起的三房独栋别墅。打开气派的大门，既见挑高的门厅，尽显浪漫与庄严的气质。如此奢华的玄关用在三房别墅里也是空前绝后的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一楼左手边的客厅、厨房和餐厅，三个空间面向后院，南北相通，室内室外情景相融。通过大面积的落地窗，让加州阳光照进屋内，尤为显得明亮和通透。可以看到全屋的装修和设计也算是精雕细刻，八面玲珑。走进院子，茂密葱茏的树木沿着围墙错落有致的排列，加上 SPA 池，浓烈的阳光和夏末炙人的热气就这样被隔绝在外了，这才是院子该有的样子。这套房的功能空间划分和位置布局体现了动静分离，一楼为动，二楼三个卧室为静。接下来我们就去二楼看一看吧。上楼后，左手边第一间即为主卧，简洁对称，凸显沉稳，为端正的四方形。卫生间的设计也是经典而不落时尚。最后带大家看一下两个次卧，文雅精巧，不凡舒适。喜欢这套总价100万美金起的三房别墅吗？请在评论区告诉我哦，记得点赞加关注哦。